时代的外星基因降落在地球上，几时代的进化繁衍，新的智慧生物出现了，地球人称之为妖怪。来，别害怕，接着看。为了世界和平，为了妖人共处，动物管理局应运而生。Cheers！ 怎么操作呀？啊！我还没上车。钱大叔只有一个房间了，凑合住吧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，领导，领导，加入我们，共同保卫妖人两界和平。挥洒青春热血，实现精彩人生。即刻报名加入这个低调有内涵的神秘组织，激活精彩人生，还有更多优惠报名套餐哟。好，我来报名动物管理局。下班了，明天再来。